流眼泪定咩好恐怖嘅，咁就令人觉得系话咩呢幅画系助纣，但系佢冇整死个人咯，好似幅画，因为幅画画都几难整死人嘅，你谂下点？除非嗰幅画跌落嚟一嘢砸爆你个头，头砖啊头砖压烂嗰啲咁样咯。好嚟啦，系时候转个游戏先，请等等。呢一位咧就系由FJ 风。BJ 风所画的PJ 风啊，我多次讲清楚，呢系 PJ 风所画的，好有漫画风格嘅，你可以睇睇。全部都好多假名喎，谢子希生日快乐，叶国谦生日快乐，仲有边位啊？张耀峰生日快乐啦，施雁彤
生日快乐 ，Jason， 生日快乐，陈俊杰，仲有边位啊？吴应慧，生日快乐，我哋差唔多开始啊！静默空白，猎人们藉由藉具有特殊音色的钟声共鸣连结在一起，而且古听不见的爆发能扰乱这种共鸣，发射它作为终结合作。好，我哋上回讲到杀咗个三只傻仔之后咧，而家系要继续上路啦，吓、啊、咁我储咗啲钱啊，十几万，而家整咗整劲之鞭先。我哋多啲使用唔同武器，而家可以再加呢啲喎。你睇有双子血石碎片，先加咗呢啲，加支鞭定点啊？呢个可以加爆嘅，呢啲圣剑都可以加爆。你系咪好中意用圣剑定咩？我冇咩，因为多人用我啊，唔中意用，我中意用啲。啱啱有人话咩垃圾啊？有位兄弟玩咗好多次话鞭系垃圾，我啊中意用垃圾武器。所有垃圾兵器啱我用，各位点加啲咩？呢因为斧头系冇得加嘅，要咩血石块未攞到字吓、啊？玩咩啊？加啲咩啊？升圣剑，圣剑啦！点解你咁中意剑？冇乜所谓嘅，你中意咯。鞭定剑啊？冇人用圣剑，大把人用啦。又话左边右剑冇得咁样喎，呢只 game 唔俾喎，吓、啊、好唔可以咁做喎，右手一定要咩？打蜘蛛 boss 之前，即系血月杀咗个猎人梦境嗰个男人，去咩后花园咩等到打咩咩单挑。但系寻日有啲人同我讲话咩咩杀呢个最后大佬嚟啊嘛，有啲人又唔知同我讲咩最后，总之都会有得打，打装机同鞭。雷取变咗仓库管理员，仗要加技巧先劲嘅，个个都用圣剑，咁圣鞭咯，打装机好啊，鞭好屈机劲到黐线，唔好用，我真系未听过啊，啊话鞭屈机，寻日就全部人话垃圾，啊，唔用剑升嚟做咩啊？放啊，得个放字，咁升咩咯？咁打装机啊？我剑我都有用过，咩都有用过啦。先升咗呢个先啦，一下而家满咗啦。啊，呢、這个都加迟啲，你想升都可以升嘅。跟住而家就可以拣加雷取或者棍。一个吓，我话事啊，我用呢个咩手杖，因为雷取都好多人用，诶又可以加喎，加埋佢啦。咁啊，全部加晒啦！血宝石强化，全部是但钉啲宝石落去，乜鬼冇乜所谓啊？系咪啊？呢个未钉，拣到咩宝石钉先？呢个加最多啦，咩都加鬼晒佢。咁啊，咩武器都劲，咁啊屈机，好。呢加好少啊，升剑有啦，呢个你又要加啦，啊呢啲先升 0.7， 黐线加得鼻屎咁少，好，好似仲有咩啊？枪又可以加血宝石嘅，收翻先，俾落去呢支咩步枪，搞掂。最后咩加买嘢，买嘢咧升能力咧，通常都系啊嘢啊冇咩好买啊。升啲咩能力啊？之后有啲咩武士刀啊，要咩技术定血质嘅，有冇人知道？啊？未同娘娘请安，一盏同佢请安啦、啊。升咩能力？符文，注埋啲符文好啊！真系啊，我冇技术，我不知几劲啊！敌机啊啲都话我玩呢啲好劲，
加晒血啊，血质定咩啊？血质即系星爆佢就可以有咩武士刀？武士刀要咩？你唔好用武士刀，唔啱用。笑话，技十四，血十二。啊？点样先可以用到武士刀啊？成日打到武器，耐力我可以十五秘法，可以用特别多魔法瞬移兽叫。加血质啊嘛，你升得血质嚟都百几呢噶啦，武士刀咧十力十四技十二血，十四技，跟住十二血，咁搞掂啦，即系而家已经该够啦，先确认嗰啲剂先，跟住剩翻嗰啲咧。加啲咩啊？耐力全部加晒佢，咪冇啊？秘法系咩魔法啊？咩瞬移？而家加应该系咪都好？要几多先用到啊？要三十定乜鬼嘢？如果冇嘅话，我就全部加晒耐力，做一只话唔会攰嘅怪物。武士刀真系唔啱你用，武士刀超劲，是但升三十活力先啦。有啲人就话。耐力跑多啲，咁啊是但咯，我话事啊，秘法升到十五就够，加少少先啦，逐万万丈高楼由地起，加一下呢、這、一个，跟住又加啲耐力，跟住换埋符文就行得啦，跟住有啲人就同我讲。有啲人就同我讲啊，咩打埋嗰个咩蜘蛛，一阵就冲埋落去咩咩血月定乜鬼嘢符文。我而家有好多符文啊，睇下先。佢咩嗰个血月咧就唔知咩咩打蜘蛛啊，总之系继续行落去就会有咩血月启发一啲咁嘅剧情咁样啦。咁嗰啲咩嗰个小女孩咪已经救唔到噶啦吓？昨日傾完偈，跟住又唔知咩咩要去咩咩執嘢啊，咩去教會定點樣可以執個咩音樂盒定咩，跟住再同佢傾啊嘛。倒地時更有迴響，暫時強化狀態二十五十，若水平上限加一裝咗啦，加三喎呢個可以裝多啲。跟住仲有啲咩加？呢啲又冇得加，咁就差唔多啦。而家咪可以去咩咩啊？点样救咩音乐盒咩神父嗰度啊嘛？啊要同咩请安，同阿娘娘请安啊？唔系呢个，请安啦、啊！唔鬼记得我请安系边个动作？睇下先。好熬两嘢，好请安啦，请安完啦，亮亮万福金安，好 nice， 好有君子之礼。点啊？去咩咩啊？去点样咩边度去救嗰个咩咩小女孩啊？救完都死唔使救，求下你信我啦，唔好理咩人，亮亮唔理你。冇细路女噶啦，啊，冇得救你，琴日试咗噶啦，救唔到，迟咗。小女孩一定会死，但有剧情。咁啲人唔系有咩音乐盒咩执，救嚟有咩用啊？得白色缎带，想睇剧情啊？一阵一定要执扁桃石线石头先可以打 boss。救唔到，冇噶啦，打主线。咁咩唔系话有咩执嘅咩？冇得救，真定假啊？冇得救啊，去咯。我想睇剧情嘅，冇系咩？打主线，是但啦，你哋中意啊？咩拜尔金沃斯啊？
好，粗糙嘅纸张。摩擦后，将火焰咧附着到武器上，再置于教会工场中找到猎人工具。自从喺旧亚南城嘅悲剧发生之后，火焰成了怪兽进行猎杀嘅乜乜乜乜黐线，乜鬼咁鬼快？救小女系冇用噶啦，揾咗次咩布先打咩咩咩，打主线，血月有得救翻小女孩。有咩执啊？执嗰啲咩白色缎带有咩用啊？点啊？点样有咩用啊？唔执定点啊？定继续行啊？其实冇用，都话迟咗救乜鬼，同埋咪嘥时间去该人，有咩意思？我唔会嘥时间，我照杀大佬有咩问题？够啦，算啦。有啲人话点够先得？少女孩，你要喺满月之前倾先会有剧情，而家冇剧情噶啦，咁啊冇得搞。白色缎带有咩用啊？话永远都有人问问嚟都冇用噶啦，话永远都有两班人。咩日日都开军机大会？主线啦，咁啊主线啦，是但啦，费事啲又嘈啊，换翻顶帽啊，自鬼蛋，呢顶靓啲啊，白色猎人礼帽。佢好似有讲过咩好注重形象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佢话咧猎人咧好注重形象，唔知着呢啲会唔会有加成啊？啊，睇下先啊，换翻支棍先，支帽啊要配翻支棍啊，哥斯的契弟，勾落去，勾落去，勾落去。好嚟啊！呢啲废物过嚟啊！睇住啊！喺你后面，只勾落去你个头，用鞭废，我冇技术，笑话，勾落去，勾落去，连环勾勾勾到你死打狗棒法。等先，跟住咩啊？嗰栋门系嘛？大闸，大闸门，由某种装置开启。应该去边呢？睇下先，好，劈落去，劈落去，好，两条友，我会怕你咩？哇，黐线，乜鬼嘢，甩鬼嘅咯，好，过嚟啊，边落去，边落去，边。哇！俾人吸位啊，又吸脑汁，佢 V 晕晕整到你狂暴啊！哇，扣好多啊！你睇下，一狂暴要即刻拍血啊，行开，仲系拍针近啦，仲系拍针。好，边边边，黐线，好难控制收边嗰下，又喺度弯弯到个头都大埋。狂暴好嘢嚟嘅。你记唔记得？狂暴好嘢嚟啊！一嘢呕爆你个头！好，哥斯的，继续攞鞭嚟杀落去。咩打蜘蛛？系啊，你系咪觉得只要？你系咪以为主线以外嗰啲咧就唔系好嘢？你有时都要欣赏下支线。我见有时啲人咧会话咩唔使噶啦吓啦，主线你玩咩 game 都净系做话呢只就蜘蛛人，哇唔系喎！你做人咧都唔系净系翻工，你做人有冇分主线同支线？我想问啊，
你都一样会有几样嘢要做啦。咁代咪代表你哦，净系翻工唔使去玩，你都要有睇其他嘢都要了解。经济爆又喺度依云话，行落去喂，好嘈啊！喂，好嘈到狂暴会一下死嘅咩？戆居，唔系扣剩一定嘅体力嘅咩？龙巢的湖将湖作水，将湖若水，它可暂时变重量，可以更容易偏离攻击，但必须小心使用，毕竟它会减缓速度，并且不会改变既有嘅防御。都读唔切啊！我发现睇嚟都多余。咩冇主线翻工，支线就系加班，黐线咯！咁你应该 quit 啦，大佬呢啲。睇下先。執返條絲線，而家先唔好玩嘢住，攞個斧頭懟死啲契弟仔。好，時風斧起身啦，垃圾！我用斧嘅話，你邊有同氣同我唱嘅契弟？呢度係好似行錯路啊！我印象中係冇樹林。好，繼續行啦。见识多啲啊嘛，做人梗系想咩都试下，咩都睇，系嘛？又唔系话咩净系做主线，咩都要试，唔系话咩呢啲啊拉布，你做人有冇拉布冇？你都系生活，你每一分每一秒就系你享受紧，你只要你啱系你想做嘅嘢就系，就唔系拉布，就冇话拉唔拉布，你做人点样拉布？拉布，你做人有冇拉布？认真问。好，旋风斧送你上路，高难度仲有片落去。好，褪后褪后，两只打靶仔一次个殴落去。喂啊！好，储气旋风斧送你上路。喂啊！殴落去，好易冇气。有时想追击都追唔到落去，呢度冇嘢食啊！咧继续上去，想下咧，我梗系落嚟呢度死嘅。好，都系有契弟啊嘛，系嘛？呢度有个满月，中秋节。睇呢度有冇啲咩食先？睇下我系喺度欣赏海边景色。散步海滨公园，仲有一个月下的倒影喎。啊，啲人话咩太白捞月，李白相传李白咩见到海入边有月啊，跟住就捞一捞瓜老衬。啱啱唔系呢度有只怪兽咩？点解唔见咗？喺边啊？嚟啦！好，旋风斧两只一齐嚟，喂啊！好，勾落去，搞掂。跟住仲有只大怪兽，嚟啊！哇，识出咩招啊？喂，好彩我识醒目啊！趁机会埋佢身，喂，点解褪后戆居？哇，好彩错有错着，入去。喂，黐孖筋点望啊，大佬？勾落去啦！风虎送你上路，哇咁鬼核突，食人花之类，哇冇晒血，黑针嚟得嚟，好旋风虎扫落去，扣咁少旋风虎咯，黐线啊，哇极核突一劈，喂，好旋风虎轰落去。旋风虎关落去，好喐啦喂，勾落去死啦啩，仲唔死？啱啱同佢搏拳，如果我去唔死啊，到我死，旋风斧都扣咁少啊，我应该用打桩机对住啲契弟。好嚟啊，过嚟啊，好戆居仔擒空气。一巴尖落去，再一巴尖落去，系啦，真正真系唔知道有咩用，系咪狂暴嗰啲？你就系黐孖筋咁，你可以拍拍真正真
令到你唔好狂暴。好，呢度就啱啱嗰度站啦嘛，开个 shortcut 先。咁呢度应该系要去啦，唔使问阿贵。诶，先点个火。好，有冇人知唔使问阿贵？阿贵系乜水啊？有宝箱喎，正喎。好白痴，开宝箱就要收埋嗰啲咩咩珍珠舔鱼啊？有咩用啊？啊？佢唔知咩咩鼻涕虫，珍珠做嘅鼻涕虫。有冇开门啊？打开门，人头马开好时机啊！呢度都系啱啱嗰度啫，即系捷径之旅。咁啊，继续上啦，有契弟，系猎人喎，系咪想你对我系善意定坏啊？你掹边弱智仔勾落去，近身你会哇喷啲咩落嚟啊？喷屎或出魔法，旋风斧送你上路。喂，点打空气戆居？下拍浸先，勾落去，勾落去。再捅落去，傻仔，坐落去，哇出波，哇芝麻筋啊，拍啊喂，佢嗰支咩嚟啊？喷咗啲咩杀虫水定咩？我啱啱俾人棘死咗喺嗰个位，杀虫水，其实啱啱唔应该咩，唔应该褪去嗰个位，一有捷径。佢应该会死一下子，你睇住啊！大家我而家唔用呢、這个，用打桩机佢必死。睇下先，攞埋支枪，我死仔包，而家火点样直冲落去？佢一阵会俾我插到龟细，执翻条丝先，而家当务之急。不过其实都系得嗰几千蚊啫，系嘛，冇乜所谓啊！直接怼冧佢，好插插插插，哇死仔还多，执丝，好喂，嗰支咩杀虫剂？哇边攞咁多下、啊？拍针拍啦废柴，咁鬼慢啊！佢点解拍咁鬼？